是吗？学院的和平就。
你等一下也可以去跟老师要要一下。好像很好听。
9981的修行之旅。不错，那我要提进来。战斗开始。
远方传来了乐声，大当家沉醉其中。随着乐音飘荡在旋律之中，大当家知道了，原来做菜的秘诀不在于食材和食谱，而是要永远那一颗心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童军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，请大家掌声加尖叫！你用什么帽子换来？
良学生。耶、优良学生，谢谢谢谢，很高兴荣获优良厨师代表，感谢各位同学的支持。我相信第三国中的厨艺已经是非常棒的。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发表一下我们的演讲。得奖感言非常的就是要首先我要感谢你们走开，拜托你们。如果我们没有人父母，老师，不要不要走进去。我要听说话，你们那一天不能不能出去代表。接下来，你在干嘛啦？小丁要转了，要转了。看成功男人的背后，一定有男人的大义。就是他一直默默支持我，我才能够有今天的今天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我们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。因为他，你才能放我的厨艺在我心上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讲那么久，赶快下台吧，赶紧下台，拜拜一下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还在讲这四个，今天我们邀请了邓红色以及 Michael Jackson 作为特别来宾。学校祝福各位同学今年夜班快乐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也会。
集合各班的班长，然后呢，每班会发一袋的糖果送给各位同学，每个人两颗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学业如意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这音乐呢，它似乎太为了抗议了。五一第三，你们可以没有音乐继续把它跳完吗？OK 吗？可以继续跳完吗？五一第三。好，从那个切菜开始就好。切菜，预备，五六七走。谢谢大家。